哥们儿，我准备结婚了，你准备出多少份子钱？就三两色关系，怎么说也得800呀、啊。真的吗？必须的。那好，我最近手头紧，先拿我300给我，结婚了你再给500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。你瞅啥？我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怀孕了。一个男的怎么可能怀孕啊？我就说嘛，我们连彼此的信任都没有，那还谈个毛啊！算一下我以后的人生，那我给你两个选择 ，A 是没钱 ，B 是有钱，我选 B。那 A 是丑女 ，B 是美女，还是选 B？ 哦，但是我懂了，你是告诉我的人生又有钱又有美女是吧？我的意思是你的人生永远都是二 B。哎，嫂子，嗯，你给我50块钱呗。哼，你管我叫声爸，我就给你50块钱。真的？真的。爸，哎，爸，哎，给我50块钱。爸也没有钱。我去你妈！你傻逼。美女，我喜欢你好久了，嫁给我吧。我不可能嫁给你，你他妈像傻逼似的。我怎么傻逼了？你他妈不傻逼，我人在这儿呢，你跪那儿干啥？啊？咋的？你他妈昨天看到你老婆跟一个男的在一起，那是我雇的保镖。问题是他们抱在一起哦，那叫贴身保镖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结果他们进宾馆围，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一下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手怎么了？我的手被我老公打骨折了。走，找他去。小静，你用什么东西把我妹手给打骨折了？不说话是不是？喂，老婆啊，把你的素颜照发过来呗。我喝多了想吐，没你的照片吐不出来。